镇江在花莲县政府东方。准吧？地质系的，知道吗？火山爆发哦，不会啊，花莲那个火山不会爆发，台北的火山才有可能爆发哦。哪一天台北火山爆发，台湾就倒退100年，知道吗？不是倒退100年吧？直接倒退2000年吧，直接沉掉。因为它那个岩浆不会淹到整个台湾啊，不会淹到整个台灣。对，大概就是中北部就消失这样。那跟倒退2000年应该差不多。没有啦，那个科技还在，你知道吗？应该不会吧？科技进度都还在，你工房都升好了，只是你的建筑被拆一半。可能主矿二矿爆了这样，你要分矿啊？先考虑要移居哪里了？一定是首选高雄啊，不用讲啦。那时候也只有那边可以住吧？北部整个都是那个石灰岩。对啊，所以首选高雄啊。首选高雄，所以现在没事，不要乱讲话。每个人都要骑车上班了，危险的，危险的。相对来说，真的南部好像稍微比较安全的、欸，因为北部有火山。吓死宝宝了！到时候真的爆发，你跟我都跑不掉。可是南部要是海水持续的，它的那个涨起来的，对啊，持续涨起来。干你倒灌会一口气倒灌到你他妈头上，就是怕会怕、啊。不会啊，它是慢慢来的，慢到你都没感觉。奇怪，为什么我家走出来有河？是海哎、欸，哇，是海哎、欸。我家门前有小河，这首歌不是开玩笑的。哇，不愧是中世纪的死神操作，都会炸死。话说那个火山爆发出来的那个岩石是什么岩啊？这我真的不知道。石灰岩。所以我刚讲对吗？对啊。我成岩啊，干！你在那边骗他妈的！日文系在那给我骗、哦，它沉积下来的，它沉淀下来的。啊，只会不好意思，日文系的啊，没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好歹我是经济系啊，这个我也是稍微有点不相干啊。我想说，我们学校什么时候有老师在研究这个东西？靠背，对啊，倒是有那个啦，我们学校倒是有那个地震馆哦、喔，真的教你怎么防震的啊。地震馆这也是来闹的，其实大概一辈子你会去那边的原因，大概只有因为你选到一堂通识课叫地震与防震班。哎，不过我们学校有一个蛮屌的，我们学校有高尔夫球场，还有一座山，可以打高尔夫球，蛮屌的。那高尔夫球真的是蛮爽的，而且校内的人都免费用的。对啊，有一段时间，他有一个时间是开放校內的。有哪个大学有校内的高尔夫球场，而且是一座山？靠背，太牛逼了吧！脑膜炎之类的、喔，只有火山爆发出来那个岩石是脑膜炎的。我们学校还有游泳池，还有两个游泳池。对啊，动不动就去那边，搞不好还可以遇到同学，对不对？你是从来没有去过？只有大一次的。好久没来看台了，辉哥安安。哎、欸、，Jackie 5DS， 感谢续订，45等干爹。我以前大一、大二的时候，几乎每个礼拜都会去个两三次体育馆。这种地方，我大一结束不用上体育课之后，我都不想去，太远了。那是该去的地方，好吗？你是说健身房吗？健身房我有去过啊，桌球、桌球的也有去啊，然后羽毛球、游泳池，然后什么高尔夫球场都去过啊。我都只有打桌球。干，我大一的时候可是很活跃的、啊。
每个人大一都很活跃啊，然后大二之后就发现不太对劲。不是，我上了大二是因为那个魔兽世界，你知道吗？我拿起了宝剑，拿起了宝剑，放下书本哦。皮卡丘。刚下班就来看台啦，所以阿乃斯有确定要结婚了吗？靠朋友 ，Alan 0937TI 还没啊，还没决定。那是不太行啊，哪有人三框放外面的啊？他是在放，真的不太优。我第一次看到有人类三框不拿来堵口的。哎呦！我人生当中有几款游戏玩的不错，魔兽世界就是其中一个。我认为我玩的玩起来算可以称得上算是强的游戏，魔兽世界是其中一个。懒猫是工作认识的，我是他这个算是我的工作嘛，我是因为这个认识的。所以以前不认识他，以前在干这行之前是不认识他。时空背景不同啦，现在的魔兽世界我是觉得还好，我自己也没玩啦，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做什么评论。或许我不干这行的话，我可能还在玩魔兽世界不多，就可能上班嘛，对，下班以后就上线打打副本，刷打打竞技场这样子。那次的解放者是不用钱啊，你那么出啊？这个有点屌，他就只有出解放者啊，战场出解放者的成本，没有错。他想要解放安娜斯内心的深处的世界。这样对婚姻有什么帮助？哦哟，当年魔兽拿什么成就 ？S4 的时候是野蛮斗士，这够了吧？2-2野蛮斗士，打战得了。然后我的小弟的那个装备也是蛮特别，我是穿2+2+2，我穿 T6×2，然后法伤竞技场装2，治疗装2，所以我的韧性是461的样子。这个可以了吧？这应该是比较能讲的，什么斗士那种没什么好说的吧？这个应该是可以拿出来说嘴的。大学真的是培育一个人性向的最好地方，真的。如果当年没有出魔兽世界，我现在可能在银行，干个乡里之类的吧。可能考完公职了，然后再做公务员有。我可能在做类似的工作，知道吗？陶冶性情。哇，这个人居然讲出不明觉厉耶！这家伙在文学造诣上面也是有所成就。干他解放者不用钱的，烦死了，好烦哦、喔！我跟他打，我防御塔已经都是先插好了。他超喜欢出解放的。真是有病的啊！我觉得我的国文算是学的不错的。我的高中的国文，不是高中吗？对，高中考大学吧，高中的国文学的还不错。啊，国中就不用说了，国中每一科都学得很好。但高中上大学，我学的好的就只有国文跟数学，其他都不太行。说好的英文不太行，因为我那时候模拟考都考军标，就是有100个里面我考第50名的这感觉就不太行吧？你真的不太行。对啊，只
可是经济系不是看英文跟数学吗？经济系考那个只看国英数，虽然说我每一科都考了，但是他只看国英数而已。我们财经只看，我们财经只看英文跟数学。啊，你知道为什么要考十一科吗？才可以赚钱。不是啊，考十一科你要多缴那个考试的费用哎、欸。对啊，报名费 啊，他们可以赚钱啊。没有，那可是我自由报名，我报十一科啊。你知道为什么要考十一科吗？因为不知道填什么。没有，我想要知道自己到底多会瞎掰这样。那个看不懂的题目要怎么把它猜对？后来发现我真的猜不对。Nasing 跟 TY 是差不多的人类，哦、就是骚扰很强，然后正面软趴。TY 的正面，我觉得现在已经不软了，现在好一点了、啊。他杀正面真的不软了、啊，之前是真的很软，他杀顶多只能算微软。Microsoft 软掉，真可以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要跟我们一起训练到天明了？啊，解放者好烦哦！啊，解放者，哎、欸，这我怎么解决啊？我也觉得这很烦的、欸，我也没办法。这你要怎么处理？是你吗？你会怎么处理？你王虫师也要做好，第一时间看到后虫就要站定位。也就是说，你不能让他有钻进来，然后架好，你才发现这种可能。对啊，尽量都是他出来的时候，你就要发现。啊，可是他会有围巾在那边清那个王虫、欸，怎么办？嗯。就是家里附近，因为你虫太好扑出去啊，所以你家里附近的王虫应该还是可以排。哎，所以至少在你家边边的时候，你就要看到。然后你因为你矿就有包子塔，你就拔起来跟着他的那个解放者走。